等的时候看它中间那个好特别哦。你刚刚说中间那个是豆芽菜跟萝卜丝，然后它用咖喱煮出一种味道，如何？这个饼皮你吃下去哦，除了饼香之外，你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因为它里面的料很丰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放进去的口感也很丰富，皮超级爆炸薄，爆炸薄，嗯，哇塞，它的润饼加那个花生粉。精华精髓，嗯，你看里面的料有多丰富就好啦。嗯 ，Oh my god， 嗯，花生粉，那硬硬的那个是什么？油条不是？不是啊，是那个排骨酥。排骨酥，好吃哎。嗯，哎呦，没想到你有吃到这么多美食的存在。开玩笑，哎，南机场夜市里面卧虎藏龙。我们今天第一个那个肉夹馍，到现在这个润饼，都是吃巧又吃好，最棒的一个写照。因为平常看你这样嘻嘻哈哈的，没有想到你会对吃会有这么挑，而且还蛮有水准。其实蛮有研究的啦，你看呢，我今天带领了大家吃的这些，而且都是在台北市区里面，很简单的车程就可以吃到的东西。真的，而且这应该都大家都会去。哎，除了今天那个西门町，可能很多的台湾人都还不知道。知道那个小笼包，对，而且人家要排一下，因为我是国际巨星嘛，所以这种 international 的消息我也是很灵通的。日韩通，日韩通，对对对。好了，今天谢谢老梁哎。没什么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还会有更多的美食的地方啊，我都可以带你们去吃，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吃到 CP 值又高，又是米其林认证的美食。而且今天如果你下次有日本或韩国的朋友来啊，就可以知道带他们去哪里吃了。好，每次外国朋友来，我都不知道带他们去吃什么。你看，今天刚才也有外国人在拍这个。对啊，啊，跟着我国际巨星走就对了。也是不一定啊。那谢谢大家，食量皇家宇宙小米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爱您。